阿斯塔指挥部信息，关于什么是银河社会，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。 试着想象一下，美丽的房子像在科幻小说电影里那样的通讯，无污染的交通工具在地面上空穿梭，参观不同星系高度发达的星球，你能够发现美丽的自然环境，清澈的水，茂密的森林，美丽的花园以及银河学校。在学习环境中可以学到各种你喜欢的知识，真正依兴趣而学习。你能够感受到笼罩在身边的爱，弥漫在空气中的喜悦。你将看到各种各样高智慧类人形与非类人形的生物。身体是灵魂的载体，我们能够尝试有意识地着离开它。事实上，这正是我们睡觉时候所发生的。这也就是我们需要睡觉的原因。睡觉能来带给我们新的能量。虽然不睡觉，身体还是有能力保持清醒的，但是缺乏能量会让我们感到疲惫。我们就像电池一样，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。阿斯塔指挥部是一个由宇宙人组成的联盟，或者说是光之存有，是指不同维度、不同样式的生命的统称，来自于光之高频率的第五维度天使。我们人类正处在通向第五维度的道路上。阿斯塔指挥部拥有无数飞船所组成的舰队，它们遍及地球以及周围。通过降低或者提高频率，它们能够很轻松的能量物质化，或者快速的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。在宇宙中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能量，这能量就是我们地球上所说的爱。我们都是正在走向神圣的光之灵魂，那也是我们来自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迈向下一步。我们有来自各个星球的大家庭，例如大角星、金星、猎户星系、天狼星系、卯宿星系和仙女星系等等。银河指挥部是由阿斯塔带领，以及萨南达，在地球上我们称他耶稣。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回到全意识。一个人需要很多的爱，当然我们也喜欢有娱乐和消遣的时间，这可需要有很好的平衡。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，所有的灵魂都喜欢玩乐并且让自己感到快乐，这是我们的一部分。在内心深处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过于专注某一个事物，但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被负面事物所笼罩。我们有责任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，远离负面性、消极。有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当你处在负面状态的时候，深呼吸，独自出去走走，用你的内心思考。很多来自阿斯塔指挥部的人选择了出生在这颗行星上，并且忘记了他们是谁，他们来自哪。宇宙法则的自由意志告诉我们，改变是无法借由银河联邦强加给我们的。改变必须是来自内在的，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我们一起提升频率，达到爱和喜悦。当这些化身的灵魂和外星人开始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任务，一个网络就自然形成了，频率会达到更高的境界。这是一个无声声息的过程。我们也没必要去相信许多的灵魂会知道是这样的。阿斯塔指挥部在这里已经有百万年了，他们以爱的名义无私地奉献着，来帮助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居民达到新的宇宙意识水平。很快这颗行星不会和现在一样了。地球是我们的家园，
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离开它，而是意味着我们要爱它，在这里创造一个天堂。这才是刚刚的开始。阿斯塔指挥部扮演着我们星球的守护者，他们对我们的演化有着巨大的影响。他们的科技超越了我们百万年，并且对我们的行星非常的了解。他们知道在这个维度存在着恐惧，所以会十分谨慎地出现在那些害怕和怀疑的人面前。阿斯塔指挥部在这里帮助我们，他们的飞船有的像小行星那么大。一艘飞船是纯净的能量，能够根据自己的不同任务而改变形状。他们能够容纳美丽的大花园、娱乐和知识的房间、奇特的住宅、放置小飞船的大厅。我们是合一的。阿斯塔工作团队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